또 놀아, 또 놀아. 예, 아, 이거 누가? 아, 수시해라, 이제. 茶花路片区折根滩，啊，这都是猕猴桃。谁要啥子免费了、哦、啥子俺猕猴桃价一样高了，看全部是啥子正片地，看啥子俺猕猴桃价一样高，免费。反正你这怕要整两三个哟。啥子？百年难遇的大洪灾。寒江孤影，江湖故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红烧是嘛？想不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把肉起。走，拿起来。哎呦我的天！你找到没了？没有的。这是啥？这是啥？这是啥？
来看哈，各种街的房子全部夷为平地，然后那边文化广场的围墙也都被水冲垮了。第一台宝马随安，第二个是长安的还是路虎极光啊？宝马 mini， 奥迪 A4， 中华骏捷一台，那啥这个看不着车标了。哎，那宝马怎么想开的？这个不认识，夏利吧？这啥呀？威志不是啊？宝马，你看吧，后备箱自动打开，你看人宝马好不好？宝马这 X6 吧，宝马5系，宝马3系，宝马 X5， 我操，全是狠货呀！这夸夸的全被淹了，啊！哎，那福克斯也淹了，科鲁兹，哎，富康，电动宝马，哎，科鲁兹对面奔驰，荣威550，那个黑色的那个纳智捷，后边有出租车呀。雪佛兰那个那叫啥，那后边那个，哎呦太多了，这车五五的，看雨刷自动通的。现在是沈阳汛情期间，尽量不要出门，现在都是水淹车一大堆呀，太多了。这个附近大约2台左右吧，对面